昆仑兔即将来袭，六组选手蓄势待发。首先登场的就有前组合 Sista 成员孝琳，她能唱能跳，身材超好，而且超辣超性感。她是昆仑兔中唯一一名女 solo 选手。我已经准备好了感受孝琳超火辣的舞台啦。再来就由宇宙少女，无论是大团体还是小分队 Chocomi 和 The Black 都圈粉无数，能驾驭多种风格的大型女团，宇宙少女可说是来势汹汹。说起孝琳和宇宙少女也是颇有缘分，当年 Sista 可说是 Starship 娱乐的王牌，而宇宙少女是 Starship 娱乐在 Sista 之后推出的女团，大师姐和师妹团的同台较量绝对是节目中的一大看点。紧接着我们就由在2021年凭着 Rolling 一曲逆行榜单的传奇女团 Brave Girls。Brave Girls 经历了组合重组，凭着部队演出人气大增，现场演出气氛十足的 Brave Girls 绝对值得期待。接下来登场的就是拥有12位成员的大型女团本月少女，每名成员都是本月少女的主角，每一首歌曲他们的舞步都整齐划一，在海外人气爆棚的本月少女这次一定能凭着出色的舞台俘获更多人的目光。Mnet 的大型节目怎能少了通过 Mnet 节目 Girls Planet 999选出的9人限定女子团体 Kepler 呢？在组合中获得一大票粉丝，出道专辑和出道曲 What Dada 都获得极佳的成绩。Kepler 这次在 Kingdom 2中到底会带给我们怎样的舞台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最后登场的就是组合资历最浅，但是成员们资历颇深，被誉为最有舞台经验的新人女团 Vivizi。她们的前身就是以刀群舞著称，赫赫有名的小女友。最强三人女团 Vivizi 能唱能跳能搞笑，对她们的舞台绝对期待值爆表。默默祈祷，希望小女友成员也能前来助阵。这份名单一公布，可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毕竟在 Kingdom 2企划公开以来，网上就流传了 N 份名单，让各家粉丝都非常期待自己的本命团能够站上这个舞台。当中呼声最高的必属 Dreamcatcher 和 Wiki Miki。Dreamcatcher 一组全开麦也绝对没有问题，歌曲风格独树一帜，全员舞蹈实力爆棚的超强女团。Dreamcatcher 推出了多首巨好听的歌曲。说说歌曲的舞台表现也是相当之精彩。Wiki Miki 因多名成员曾参加 Produce 101，一出道就获得了不小关注。他们用心做音乐，用心做舞台，每次回归都有不同的惊喜。据传闻 ，Dreamcatcher 和 Wiki Miki 无法站上 Kingdom 2的舞台。关键原因就是因为这两组女团出道至今都没有在任何打歌节目拿下一位，可说是相当的可惜。但是我还是默默期待这个节目中设有踢馆环节，让这两组女团能够站上 Kingdom 2的舞台大显身手，也真心的希望这两组宝藏女团能够赶快拿下打歌节目的一位。其实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份 Kingdom 的出演名单，但是这份名单有一点点夸张，间有一点点太梦幻了，你们准备好了吗？他们就是 Blackpink、 Twice、 Red Velvet、 Kingdom 第一季冠军 Mamamoo 和未解散的 G-Friend 一起同台竞技。如果需要加上一名女 solo 的代表，我希望是 Chungha。 这几组 K-pop 顶流女团的较量绝对是王者之战，但是要聚集这几组女团确实是有点难，或许只能在回忆中找寻了。那么视频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